其实这个钻取是相对来说取样，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的。它其实这个钻呢是一个同心钻孔，它这个钻芯是一个空心钻，然后它空心钻里面放的是这种取芯的软带，当这个软带是和钻随着钻的深入逐渐和钻一起去下沉到月面深层次，您可以想象就是咱们剥香蕉的时候反向剥香蕉的过程，它把这样品给裹挟在这个软带里面去，然后到一定深度以后，咱把相对把这软带给它一扎口，用一个八字阀去扎口，然后将这软带提出来，缠绕在我们的整形机构上去完成这样的钻取这个采样过程。啊，表取呢，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好理解一些。它其实就上面是配置的采样器，这采样器是一个铲型的这样采样器，也是咱们常规比较通用的这种表取采样的方式。也就是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像类似于一个铲勺，通过铲挖的形式，然后进行这样采样。